力洗头。兄弟们，杀了！为什么要倒立洗头呢？由于我平时直播的赞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于是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兄弟们，点赞到10万，明天倒立洗头。”结果就，哎呀！看到这盆了吧？我看我自己能不能倒上啊？等会儿我先不用那边水，看能不能倒上啊？上不去，叫人，等我叫人，等我叫个人辅助我一下。来来来，一二三七，兄弟们，下了，下下，我，哎呀我，要是急就爬，往外爬去。真洗，说洗咱就洗。啊，倒立洗头直播还违规啊。